臭豆腐呀。怎么那么臭啊？臭豆腐就得就着辣条吃。你早说，我给你拿两包吃。嗯，吃了100份臭豆腐啊？没有，我吃了200份，这不还剩了几个吗？我不是说我没事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希望那个帅哥真的有戏，不然你可就亏大了。有那么严重吗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你就把电话给挂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公司决定下周换肖彤的新节目了。我新节目还没报上去，怎么就定他的了？嗨，你现在就缺一个态度。要不你去跟人肖彤说说，说不定他会让着你。让我去求肖彤？你让他别做梦了。不行，我得赶紧把我的新节目定下来。人肖彤挺好的呀，听说他可是为了你才转做的美食节目。你说他都追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都没个反应。你再没反应，我可要有反应了。